金属迎春成吉祥，琼花绽放齐争艳，一场琼剧的视听盛宴，一场春天的粉墨场面，一份献给海南人民的新春贺礼，奏响海南自贸港的华美乐章。1月22日晚20点，农历二八，2020年海南省琼剧春节晚会，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文旅频道华彩开演。